brilliant. Oh, really? Yeah, he's a perfect. He is asking us to play over there. Can you take care of this? It's already recording with table one. Okay. Just when they finish this. Where? Push the this pass? Okay.这暂时靠前面，我看那个分子。看吃了他很多饭钱。那这没办法，这水平问题。你不能弄高了，你弄高了以后他揍你，你不弄高了你过不去。水平问题这是没办法的。你以后他这么练球的这个经历，练的一样，不出你这个东西。你没有这个精力是不行。暂停啊。还是正着跟你开始。其实我这个方明不找我配方的还挺好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跟方明配方的不是。方明那球，那谁后来不是想拿球？这个球，方明那球就不是双打的球，他是靠他的那个强大的底子比较厚一点。但是那是他的弱项，他拿他的弱项打双打的，对不对？
你这你知道怎么来这儿开始攻了？他跟那个女太熟了，他俩就是配合装的。啊，他就是攻，你给等会儿看他攻的怎么样。他有点错，因为他跟他配，有可能他故意不进攻，就是麻痹这个。在这个房子就是对边那个老头，他说他就是聊天的，他说你把这个小伙子叫来什么意思？他说有什么意义吗？你把他叫来，就等于你把马龙给叫来，有意义吗？这没有意义。对，被托马斯原来我跟他打过比赛，他球比较怪，他的球怪，他是左手，他的球跟他打，上次我是差一点赢。你好像你在旁边呢。其实我觉得你这球打的应该是进步也非常大，只不过是，就是所谓的进步，就是你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你攻完球不能站得不动。嗯，是，你得准备下一步。对，你说哇，你一边啪一边打死了，结果原来你怎么办？你得要考虑后面步伐，是。只要他一正手拉个反手，他就来了。这是打的，下人，因为他就是打。你要反拉才行。对，反拉才行。这样就差一点了，得适应。很多时候，中间你看似分很高，他只不过是不让你那么难看输。这就是高手的尊严。
你买楼跑到相亲俱乐部打零11-0，你觉得他脸好看吗？肯定不好看。这个那个，我看看那个网上有小段子。哇！左右手交替。他刚才也是左手。你看，拉的球不能倒，只能反拉，你倒是倒不住，除非你给他磕强烈的磕的磕个下去。暂停了，小伙儿打的，不需要暂停，他还是保险稳一点。没有，给老板也喘口气儿。进攻！他刚才跟那个女的从来不进攻，一个没进攻，估计是太少了。而且你没有发现，他的反手是防虎，他的反手是长腰，不是防虎脚，防虎脚是，就是没有弹性。Thank you.